共饮杯中酒，身在脚旁全都是熟手，眼压过四周，谁盼我压轴，此时无声屏息不可漏，东穿西方人间才消瘦，苦恋时机才值待这时候，戒指悬不知道，胜一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姑娘重情重义，危难之际没有想过怎么逃脱，而是独自一人留在这儿独立承担。陆某佩服。姑娘放心，我右教坊定不会亏待姑娘。签了这份契约，姑娘所及，就是我右教坊之困。我陆某自然会鼎力相助。陆郎君果然是有备而来。像姑娘这般的乐人，我右教坊自然是时刻准备迎接。时刻？从我屋脊弹琴，拿回凤颈琵琶起，你就时刻准备着让我入你的局中吧。愿闻其详。我猜是你抓了那两个抢琴人之后，你就应该了解了我夫家所有的情况。待我拿回凤颈琵琶后，你又故意以德报怨，帮我找回夫家，然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帮我惩治恶夫，夺回家业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接手这个负债累累的空壳家业，赶我入穷巷，然后不得不栖身于你们右教坊，从而任凭你摆布。陆郎君，我说的可有一丝纰漏？姑娘剔透玲珑，我陆某果然没有看错。只不过姑娘说错了一点，我陆某从来没有想过摆布姑娘，我所做的一切皆因爱财惜财，所以即便我今天不出手相助，我相信姑娘也会尽全力接手这个家。我说的可对？爱财惜财之人，可不止景年兄一人。我左教坊求贤若渴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家人困顿，袖手旁观呢？是不是啊，景年兄？你是？姑娘有礼了，我乃左教坊副使苏宗臣。前几日，姑娘屋顶抚琴，技惊四座，已经传遍上京了。所以，今日苏某特来，请姑娘入我们左教坊，成为琵琶首席，而且我们会替姑娘还清所有外债，薪酬也是右脚方的双倍，姑娘觉得如何？二位郎君稍等片刻，我亲自去沏一壶好茶，咱们慢慢详谈。右教坊不得圣心，景年兄怕是要勒紧裤腰带才能拿出替李姑娘渡过难关的银子吧？真是难为你了。确实难，我右教坊只凭微薄俸禄自然是凄苦，不如宗臣兄将教坊的选拔也做成一笔生意，
变废为宝，自然财源广进。我们选拔人才从来都是有据可依的，跟钱财无关，否则我怎么会找一个负债累累的李如娘呢？取悦军心，圣人最近这几年醉心于琵琶，如果能得到李如娘那般的人才，上元节必定龙心大悦，那届时苏兄也自然能晋升内教坊。彼此彼此，你难道不想凭借李如娘高超的技艺让你拔得头筹奖励吗？不要假清高，既然苏兄知我心意，那绝对会明白我一定不会放弃李如娘。我也绝不会让你如愿。哦，他们早就认识，看来关系还很恶劣。不过这两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，什么爱财惜财，冠冕堂皇。二位郎君，久等了。前人有三顾茅庐，礼贤下士，今日未得良才，稍等片刻，又有何妨？无娇，李姑娘，啊，可有主意了？唉，甚是为难。左教坊公武出众，又得皇上青睐，俸禄诱人，条件自然是最好的。唉，可自打我进入上京以后，遇到的所有挫折和麻烦都是陆郎君出手相助，这样的恩情不能不报啊。李姑娘心思灵巧，想必刚才烹茶的期间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不妨直说。还是你了解我。既然二位郎君都觉得我是良才，可良才不易得，不如两个教坊比试一番，各方面条件都胜出的，就是我的选择。好，就依李姑娘所说。只怕有些人未战先惧啊。既然二位有如此雅兴，那陆某愿意奉陪。小的提前恭贺郎君赢得一名佳人，有教坊寻不到琵琶主位乐人，上元遴选怕是都过不了。陆景年啊，输了你这么多次，我也该连本带利讨回来了。千算万算，没想到算到一个左教坊。是我大意了，以为苏宗臣一直眼高于顶，不会来求任何一个乐人，没把他考虑在内。他这就是跟郎君过不去，从小到大凡是郎君要干的事他都要来掺一脚。如今遴选不足越狱，参赛的八人团里琵琶主位迟迟没有找到，我绝不能放弃李如娘。郎君不会真要跟左教坊比是吧？现在我还有退路可言吗？如果遴选真的失败的话，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了。哎，见招拆招，应战必胜。谁？郎君对明日的比试可有胜算？你听见了？若那位姑娘不肯入我们右教坊，那我们岂不是连遴选都过不了？还何谈上元？何谈为姐姐？无论胜算如何，我都会拼尽全力一试。你先不要心急。熬过黎明前的黑暗，才能看见希望。这条路，不是你一个人在走。小姐，那些讨债的终于都走了。唉，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啊，小姐，不过一想到在找到命中注定的意中人之前，还得在这个鬼地方生存下去，还要签什么卖身契，就觉得日子无望啊。小姐，左教坊出三倍的酬劳，你为什么不选左教坊呢？这个苏宗臣表面儒雅，内心算计，
肯定比那老狐狸还狡猾。况且，我来教坊也不是为了赚钱。不是为了赚钱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李如娘的心愿是要与心爱之人在上元节琴瑟和鸣。那么她的意中人大概率也是一位乐人，唯有进入教坊多接触乐人，这样才更方便找人又还债啊。小姐，小姐。啊，为了理想。这个小狐狸到底要如何比拼呢？怎么每次偷袭都能被你发现？年年，我严重怀疑你后脑勺长眼睛了，让我看看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叫我年年。陆郎君这是马失前蹄后，怒火中烧。想一块胡麻饼吃不够啊？别骑嘛，骑差一招嘛，大意失荆州不算丢人。你每次运筹帷幄，料事如神，已经非比常人了。我说的对吧，杜郎君？怎么了？怎么停了？月冠，到下工时间了。可我们还没排练完。所以呀，下次要注意排练时间啊。练习没结束就要走，难为陆郎君还多花酬劳让你做助手呢。那酬劳买的是我上工的时间，监督、训练、调和、曲调，我可是样样都完成了。我要好好完成我的工作内容。可是。那些都是在鼓声响起之前，其余时候我可要好好享受生活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我说你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我。既然怕吃苦，干脆回家嫁人得了。那可不行啊。哎呀，月官，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差事有多难找，嫁人什么时候都能嫁，但这好差事可不是随时都有的啊。哦，那我先去吃饭了。月官，你们也早点下工。这差事啊，什么时候都做不完。但是生命可是有到头的时候。啊，我先走了。你，说走就走，还不是仗自己是官？月官，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练习的。继续，从刚才那个点再来。你要追求心儿，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陆景年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你我同窗三载，情同手足，但如果你要跟我抢心儿，我不惜自断手足。想多了。那就好，年年，你帮我出个主意呗，怎么才能追到心儿？一般我站在这儿。就不需要方法。少年，收起你的狂妄，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哎呀，兄弟一场，你当真见死不救啊？你别忘了，你当年那些莺莺燕燕是谁给你挡的？叶家，给我上一份和这姑娘一样的吃食。哎，好嘞。三碗馍托，四屉蒸饼，五笼甜粽子。完了，忘了她是巨卫女子了。你是那个羽帅杰？
虽然我确实很帅，可我叫雨师姐。你那本图册也是盗版的？没想到你跟我食量一样。不是我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跟我一样能吃的人。不错。老板，再给我加两份蒸饼，一碗薄托。好嘞。星儿虽为官户，但家境并不富裕。据我了解，他最爱的就是赚钱和吃饭。若你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应该还有机会。齐了，您慢用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食材呢，一定要在刚出锅冒热气的时候吃才是灵魂。赶紧吃吧。吃啊，看什么呢？吃。吃啊。吃。好吃吧？快吃快吃，这些都是好吃的。蓝琪，以后像今日这样的话莫让人听去了。是啊，蓝琪，其实星儿一直对我们还不错的。不错有什么用？难道你们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？若不加紧练习，此事不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还想过回从前的日子？蓝琪说的也对，可也不能事事鲁莽，莫要露了破绽，定要万分小心才行。好吃吧？星儿姑娘，其实我今天四三二一，冰糖葫芦！呜呼，买冰糖葫芦的老伯来喽！好吃的冰糖葫芦！哎，星儿姑娘，等等我呀！你是说你要跟我组队？你也知道我要写美食图鉴的，可上京这么多家店，我一个人根本吃不过来。要是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和我一起。我不愿意。右教坊虽然不比左教坊，但好歹它也是官办地，差事少，离家近，俸禄好处也不错。我暂时还没有换差事的打算。不是，兼任也行啊。我谋差事赚钱就是为了生活，我不可能因为差事没了生活呀。两份工太累了，我不去。哎，三倍工钱。具体说说。我左教坊，阁楼台榭，转向连接，琴房谱室，划分明确。五朝众乐，先皇更是钟爱五岳合璧，遂在设立教坊之初，对善舞的左教坊视为三方之重。论资历，左教坊独占鳌头。看，先皇题字，五岳合璧。圣人题字，自是震撼。只不过左教坊向来以公舞为主，我们右教坊才以乐曲见长。我朝乐圣黎乐师和万乐师等先辈，皆出自右教坊，所以论专长，我们右教坊首屈一指。姑娘，意下如何？左教坊资历颇深，实力强劲；右教坊人才辈出，底蕴丰厚，实属难以抉择。我们只能家试一场了。家试？对。我觉得呢，两个教坊综合实力各有千秋，所以呢，我还不能完全做出高低区分。景年兄为了博得李姑娘青眼，怕是彻夜未眠地挖寻你们右教坊为数不多的优势吧？让宗臣兄看笑话了。我们右教坊确实不如左教坊般优势那么明显，毕竟展示财力的事儿，确实花不了你多少时间。二位郎君要是没有什么别的意见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家事的内容是什么？与我合奏。
最后一轮，姑娘是希望我们二人通过与姑娘合作的方式一较高低。也不完全是，你们呢可以召集你们身边所有的乐人，但凡是跟上我的曲调者，皆算胜出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与我合奏者，必须是男乐师。琵琶女的心上人是可以和她琴瑟和鸣之人。教坊汇集乐人众多，与其我苦苦寻找，不如借此机会让左右教坊帮我寻人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合奏跟上韵律，就算互相配合都极不好拿捏。同样乐器，以低声部更容易进去合奏。李乐师，还以为先派出的人会颇具实力，右教坊也不过如此。赵乐师，你的笛声配上李姑娘的琵琶，想必定会一鸣惊人。看来宗臣兄对一鸣惊人的理解跟我有些不一样。王院士，你去试一下。加油！孙乐官，你上。真能进入右教坊，上面金魁首定不会帮我。这样的琴音倒是不少，我一定要将他纳入左教坊。郎君，我们快没人了，我来。李姑娘，曲艺弹罢，很明显胜负已经分了吧？胜负已定。小狐狸最终还是去了左教坊，可怜我们郎君，从前可是处处碾压那个苏宗臣，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我？
郎君，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妥了。郎君放心，这名单上的宾客都已送去了请柬。好。那李如娘进左教坊之时，我要大摆宴席，邀遍上京名士。一个李如娘，值得郎君如此兴师动众吗？李如娘事小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我好不容易赢了陆景年一回，只要让他颜面扫地，做什么都值得。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。还没到下工时间呢，这就结束了？郎君今日曲调凌乱，可能是为了李姑娘入左教坊一事吧。琵琶主位乐手，悬而未决，本以为天降奇才可以解我们的困顿，没想到又是一场欢喜一场哭。那我们岂不是要错过遴选了？郎君都没有了斗志，我们还能怎么办？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吧。命？这跟命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多练练不就完事儿了？我绝不能认命。小姐，刚才一个小孩子来送信，说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嗯。小姐，是谁啊？右教坊那个叫谭熙的乐人。谭熙？小姐和他又不熟，他约你做什么？说是有要事，黄昏时分约在西京码头见面。那小姐要去吗？或许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不好了！不好了，郎君！怎么了？他们说谭熙今日一直郁郁寡欢，还说什么命运寥寥、索然无味的话，结果从午后就不见人影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他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，还找了，不见人影。陆郎君，谭熙说什么？他不能就这样认命，说什么李姑娘一定要来右教坊，他会不会去找李姑娘了？我亲自去找。谭熙给小姐送了一封信，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小姐说，约在了西京码头见面。是你？不知陆郎君以谭熙的名义约我，有何用意？我并没有要约李姑娘出来，我来此也是为了寻找谭熙。我还以为陆郎君是来责怪我的呢。我为何要责怪于你？陆郎君可是风靡全城的人物，可是我却当众拒绝了你，岂不是有损你的名声？比起失去姑娘这样的人才，我陆某那人尽皆知的花名并不值一提。我来是知道谭熙约你来见面了，既然他不在，那陆某就告辞了。还希望姑娘日后事事顺遂，名动天下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什么？有疤？哎，谢谢啊。原来他用假皮遮住了伤疤。区区小事，有劳教方使亲自前来，宗臣受宠若惊。左教方得一琵琶奇才，上元节演出必定得圣人清眼，苏郎君入内廷成亲贵，指日可待啊！还望教方使多多美言啊！嗯，派人去请李姑娘了。郎君放心，李姑娘已经在路上了。请。嗯。昨日让郎君担忧了，你现在想清楚了？是我一时慌乱，想到不能登上上元节的舞台，就没有办法完成心愿了，所以就急不择途。幸好你约的只是李姑娘，记住，自乱阵脚只会让人有机可乘。你要知道自己要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，绝不能踏错半步。这个时辰，小狐狸应该已经跟左教坊签约了。可惜了，狡猾的猎人也没斗过小狐狸。也好，斋玉帘内，求得善果。左教坊配备精良，配得上他的才华。青丘，这以后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。嗯。陆郎君，你让我们在此等候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李姑娘加入了左教坊，到现在我们的琵琶还没有主位，陆郎君是要放弃遴选了吗？若无明月，群星难道就不能璀璨夜空吗？郎君的意思是取消琵琶主位，改以月琴代替？嗯啊，这怎么能行？自设教坊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变更。月琴音色柔和，怎么能代替琵琶的刚柔并济之美呢？这怎么能在上元节获得魁首呀？圣人醉心于琵琶，所以今年的上元节的宴会演奏的曲目肯定也会以琵琶为主。我们以乐琴为主位，以合奏的磅礴之势映衬出乐琴的娓娓道来，或许一切会有另一番滋味。还不是因为没有合宜的琵琶手，郎君这个饼画的身影连我都吃不下。星儿，嗯，你弹奏的是乐琴，就由你来担当主位。我当主位，陆郎君，我这当助手还行，当主位就算了。工钱不是问题，这跟工钱没关系啊！谁还不知道这上元节的主位有多累啊？我不可能因为这点工钱没了自己的生活呀。星儿，你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，现在缺少的是登台的经验。这一次教坊给你重任，是因为教坊对你的信任。假如说你夺得魁首，那你作为乐琴的主位，肯定会被内教坊看见。到时候，哎呀，陆郎君。你不用再给我画饼了，我已经用过午饭了，吃得很饱，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助手可以，主位不去。琵琶之音没有任何乐器可以代替。沙州莫高窟内，以琵琶作画就有700余支，是所会乐器之首。而沙州是我朝外邦邦交必经之路。这么厉害！
如今圣人最新琵琶承载的实则是一朝荣辱。敢问陆郎君，琵琶何以被代替？姑娘此番言论耳目一新，陆某受教，可不知道姑娘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姑娘为何突然转换心意，要加入我右教坊？陆郎君一向善察人心，尤其是女人心，不如郎君猜赏一猜。姑娘心如针，风在肩，藏于茫茫深海处，陆某即便阅尽千帆仍看不透。好一个阅尽千帆，如果我不给出个理由，陆郎君是打算拒绝我吗？陆某一向不喜欢做糊涂生意，姑娘设几局比试应该也能看出来我右教方成明显的弱势，况且争夺家产一事应该也让姑娘对我心有芥蒂，如今还因此得罪左教方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本买卖。这笔账是亏本买卖，可我却认为很值得。哪里值得？陆郎君难道当真不知右教坊真正吸引我的是什么吗？从前我确实对陆郎君没什么好印象，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奇妙，昨日是敌人，明日也可能是夫妻。不知陆郎君意下如何，若是要拒绝我，我走便是。不管是乐琴、扬琴还是马头琴做主位，胜算有几成，陆郎君心中有数，何必自欺欺人？承蒙姑娘不弃，我右教坊欢迎之极。契约完成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陆郎君的人。毫无铺垫直奔主题啊。既然李姑娘现在是我右教坊的人，那希望姑娘日后事事以教坊为先。那是当然。圣金啊，带姑娘先去休息，记住择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别让旁人打扰了李姑娘。嗯，姑娘行。好，以后的日子还请陆郎君多多指教。陆景年来日方长，还希望你招架得住。飞扬扬。